好，好，改装矢量发动机。矢量发动机是增加机动性，可以特技飞行。一会儿我们演示一下。一个，两个，哎呦去！好，好，安全，就这样收起。哎呦我去！然后我们带弹飞行，带弹呢？哎呦我去！几率就80%。对，匹配。那个靴子呢？那个，好，走了。起，漂亮，稳呀！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快点！这儿有了啊，没事，往回弯，头上轻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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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好。玩，大姐送，大姐，他总往那边去，我的印儿，他起落架干掉了都，飞机，啥起落架没有？还行，换点起落架啥的。海盗二弹飞机准备起飞，沈大师准备起飞，起飞，对准跑道啊，跑着跑道，起飞。我们的飞手，沈大师。转起来哈，来这轮子画圈，哎呦我去，好，控制跑道，飞行加速，好，腾空拉起，这飞行高度大概30米，30米，这是圈不？这圈，准备着陆，没着陆，没着陆，新手飞机海陆空，专为新手设计，跑飞耐摔。拉杆上升，推杆下降，往左拐，往右拐，方向舵，对准跑道，拉杆起飞，好，往左拐弯，后边有车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！起手飞不是纯满的，换个电阻，试飞员马老师，试飞员马老师走，好加油，飞上时60多呢，啊，1.8多呢，60，哎，水平啊，啥都没漂亮，漂亮，好，降落。哎呀，兄弟，好嘞！首飞成功，漂亮，好，鼓掌！首飞成功，鼓掌！海陆空飞机带50米长绳上天，走！过来了啊！放放箭喽！矢量喷口 F16，好。哦哟，这个东西得很。发生一个筋斗下来，鼓掌。
我去！哎呀，太帅太帅了！好，安全着陆，刹车，打开起落架，三步跳，故意和真飞机原理一样。好，尺寸1.3米。快啊！正在给飞机加末端油，撤飞。我去，这个牛，我直接上来。大哥，你得改拉眼，你得改。没油了，接上了，接上了，后边这条地啊，飞机成功。看这帮老爷们玩的可开心了啊，男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。这216的吧，216，我想他上个，这飞这个就跟玩似的，金斗咱们都行。你看这家飞这就跟玩，行，你不把烟吹爆就能飞。不行，安全先着陆。准备降落，降落正好跟前啊，往下着陆。起飞喽！新手海陆空飞机可以当船玩，走，左转吧，准备起飞，走。这就是新手飞机水上飞行。